秀的时间。对啊，对，我是 Jamie， 我是 Jimmy， 我们是双 J。耶耶！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都要记得看我们的双 J 秀哦。没错，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哎，博荣进来了。嗨，博荣。嗨，博荣。第一名。Love you。真的，两位了，两位了。好。很好。有威斯理加入了。嗨，哎，好多人哦，突然间都加入。嗨，大家好，大家晚安。这两天台风，大家还好吗？对啊，大家都还好吗？就只有昨天晚上比较夸张，今天天气超好哎、欸。对，今天天气很好。嗯，对。其实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有稍稍放心，因为我就觉得，哎，天气这么好，那台湾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对。但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就很放心了，真的、哦。因为我昨天晚上要睡的时候，那个就没有什么风，没有什么雨。他说 啊，那明天应该是好天气，台风应该走了。台风应该走了。对对，真的，因为通常台风天就会很担心所有人的安全。对啊，风那么大，雨那么大，好可怕、啊。走在路上很恐怖啊，就什么招牌啊、树啊都要很小心。真的。你知道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就差一点被风吹走。你那么瘦，那会吹走吗？昨天风超大的、欸，超大，超恐怖，就瞬间阵风很大啦，大家都要很小心、欸、因为接下来不是有一个台风，对，台糖，对不对？对。真的，大家小心哦，小心自己的安全。好，好。那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吗？知道吗？对，有没有人偷偷看我们的那个直播预告？对，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跟八月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有关系哟、哦。没错，我们七月要过完，对不对？对，所以八月有什么节日呢？耶！就是八八节啦。没错，就是我们的八八节，父亲节。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跟可以跟爸爸在家里一起玩的游戏。对，没有错，没错，父亲节特定。不觉得很潮吗？跟爸爸玩桌游、欸。对啊，对啊。你看，你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跟爸爸一起玩了，对不对？自从你长大之后，是不是都不太会有容易有机会跟爸爸一起玩？嗯、对，因为爸爸小时候都会带我们去海边啊、儿童乐园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长大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回馈我们的爸爸，就是他们很辛苦。那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已经进入到就是那个快要退休啊，或者说他的工作已经没有这么忙了，可是反而换我们变得很忙。现在好忙。对，所以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抽空陪家里的爸爸妈妈、嗯，然后我们可以陪他们玩桌游，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没错。嗯，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很多好玩的游戏给爸爸玩，这样子就适合给爸爸玩，或者是适合你陪爸爸一起玩的游戏。嗯、今天让我们双 J 来介绍给大家。好，耶、yeah, ，好，那所以 Jimmy 就是你有跟你爸玩过什么游戏啊？我跟我爸玩经典中的经典。有人要猜猜看吗？两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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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经典。推的相反，推的相反，拉。第二个字是。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有人猜得到？第一个字拉，第一个字拉，好，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好，第二个字，有人猜得到是什么游戏？居民跟爸爸玩的游戏，应该蛮简单的吧？两个字，然后第一个字是拉，真的。再给大家提示，跟麻将有点像，跟麻将有点像，对，有一点点像，一点点像，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差、啊，但是一点点像。好，它其实有一个昵称叫做以色列麻将，有人知道这款游戏吗？就是拉密，没有错。好，就是拉密，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游戏。对，然后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噔噔噔，拉密。好，那拉密的话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挑出一款那个最近比较新的版本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样。好，那新的版本呢，我先讲一下大约的基本玩法。就是我们啊，在那个玩拉密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规则真的很简单、嗯、对，我们会有数字1到13号的牌，然后我们会有四个颜色，那每一种颜色会有两列的1到13号这样子，然后呢会有两张鬼牌可以用。好，那游戏怎么玩呢？我们先把牌洗洗。好，每个人就是随机抽14张到手上。好，接下来呢，轮到你的回合，你就可以开始2选1行动、嗯。你可以选择出牌，或者是你不能出或不想出牌的时候，你就可以抽一张牌回手上。好，然后一旦呢，就是被你打出来的数字呢，这时候所有的玩家都可以拿来使用，这样子。好，那出牌的规则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可以让牌桌上所有的牌组都是至少3张，好，2张不行，1张也不行，可是你大于等于3张就没有问题。好，再来它的规则，它的规律是怎么样呢？好，如果你今天想要出相同的数字，那你必须三个颜色都要不同，一定要这样子哦，你不能出3个同色，而且也没有3个同色啦。对，然后呢，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出顺子的话，大家应该玩过大二吧？如果你今天想要出顺子的话呢，那你的颜色就一定要一样。比如说
我要出一组蓝色的二三四，那这样我这三组会连在一起。好，很简单，我们就一直轮流出牌抽牌，轮流出牌抽牌。然后呢，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谁可以第一个把手牌拖完，谁就获胜。对，没有错。哎，这样。好 ，OK， 给大家看一下顺子的例子。对，你可以这样出，然后你也可以像刚刚 Jimmy 拿那样子，三个不同颜色的十、啊，然后这颜色当然这是基本的三张嘛，那你要往前往后出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哎，我会说有点卡哎、欸，真的假的？大家会很卡吗？有人看到我们的那个直播是有点卡的吗 ？OK， 是不是？如果有人也是看起来卡卡的，就是可以在底下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去调整一下网络这样子。对，嗯、好，嗨，晚安， Hi、大家晚安。好，所以呢，这款游戏好，那我讲一下它为什么就是很适合跟爸爸一起玩，因为呢，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大老二还有麻将的感觉在里面，然后所以对爸爸来讲的话，其实规则并不是很陌生，然后再来就是它是一个思考型的游戏，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店里面很常有机会可以教到长辈玩游戏，对，那我们通常教的经验是长辈他们比较不喜欢太刺激型的游戏、嗯、就比如说我们要抢东西啊，拿棒子打人啊那种，他们比较不喜欢，所以他们通常比较喜欢就是可以静下来思考的游戏，然后如果说他们又可以跟就是自己的小孩一起就是一起想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互动。对，所以我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很适合跟爸爸一起玩这样，然后我们两个是真的都有跟我们真的认真爸妈玩过，对，然后我那时候教完我妈，然后我妈就爱上，因为我妈很喜欢那个数独，你知道数独吗？知道数独很好玩，我妈超喜欢数独，然后所以她玩完数独她就每天都要数独一波，然后呢她后来知道拉米之后，她就是每次我回家她都会想要，她就会叫我跟她一起玩拉米，对，然后她还叫我去教她跟她的朋友玩，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玩这样，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好嗨，长辈都很喜欢，对，所以就是然后很可爱这个牌架，对，她这样立着、嗯、然后对她就想这样，其实我觉得拉米这款游戏，这样画好可爱，就是会这么受到长辈欢迎，或是受到亲子欢迎。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玩拉米很像在玩解谜游戏，有点，对，就是你会看到上面有一点线索，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去推理出答案到底是什么。没错，也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数字能够顺利的排列出来。没错。哦，这个推理的过程当中真的超级有趣，而且会一起讨论。哎，你把这个牌放这边，或把那个牌放这边，怎么样去做排列组合？对，那可以更快速的把牌出完。没错，真的。很温馨的动脑游戏。真的。哦、倒了。对不起，你那个一个就是比较惊悚的结局。完成这个游戏的介绍，耶、yeah, yeah.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游戏，是非常经典的拉米。对，好，那大家回去跟爸爸玩哦，真的真心不骗，他真的很好玩，超好玩，你们的爸爸一定会喜欢，一定会。对，而且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会赢爸爸，爸爸都很厉害，我妈就赢过我啊，我妈很厉害，我妈还没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好 ，OK。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款游戏。来，第二款游戏呢，它是一款新游戏。嗯，对，很新很新很新，今年才出来吧？对啊，今年我才看到这个游戏，非常小品，非常好学。嗯，可是玩起来还蛮嗨的。对 ，OK。而且我，不好意思，我插了Jimmy的嘴。而且我们第一次，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学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眼睛一亮，因为觉得这游戏也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吧？我的妈，超好玩的。对啊，因为它的节奏我很喜欢。很快嗯，对对，这个是叫做富士流，耶，富士流。好，在介绍富士流之前啊，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桌游的小知识这样子。大家有看到这个富士流盒子的颜色，就是绿色，对不对？对。可是绿色看起来又有一点黄黄的，有点偏黄绿黄绿，黄绿黄绿，但又有一点深绿深绿，就是它是一个。很少见到的绿色，对，我觉得有一点点草绿色，对，也有点草绿色，就是、但是又不够鲜艳，对，肉眼看有点草绿色。好，那如果平常大家有在玩桌游的习惯，就会发现其实某一些桌游的整合游戏都是这种颜色。OK， 这是这个作者他很独特的一个特色。对对，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他是 FF。他的所大部分啊，就几乎所有的游戏呢，他的名字都是 FF， 就是硬查凑成 FF。然后他本人就是非常喜欢这种绿色，我就叫他毛怪绿这样子。对对，毛怪绿。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绿毛怪，然后他头发都染绿色，然后游戏都是绿色，真的非常
执着，对桌游很执着的一个人这样子。对，比如说富士流，他是夫妻 flash， 所以就是 FF， 嗯，这是他桌游的特色。对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富士流啦。好，这季真的很棒哦。富士流里面的牌都是数字2到20，嗯，最小是二，最大是20。那到时候我们待会大家就是每个人5张牌，好，先把手牌出完就赢了。好，每个人就5张，先把牌出完就赢。好，怎么样赢？怎么样把牌出掉？我们待会轮到你就出一张牌放在自己面前。嗯，轮到你就出一张牌放在自己面前。好，再轮一圈回来，如果我现在数字是独大的话，我就把牌放旁边，我就少一张手牌了。OK， 轮到你就出一张牌，只要轮一圈回来数字是最大的，你就把它放旁边，手牌就变少了。OK， 所以你只要5次手牌都读面前的牌都读大，你就赢了。嗯，好，那我们是富士流嘛，我们就是一个棒追牢的游戏，把别人的牌流掉。来，什么叫做把别人牌流掉呢？今天如果我出了一个3，那 Jimmy 出了一个11，好，11是不是比3大？那我的牌比较小，我就立刻被放水流放掉，再重新补一张手牌。好 ，OK， 嗯，好，我们游戏的程序非常简单，轮你就出牌，轮你就出牌，只要你出的牌比像一家任何一个人大，嗯，就把牌全部都留掉，让他重新补牌。好，可是如果，那、如果现在11，然后下一家出了5呢？五来五二二哦，你们看的是反的对不对？我这张是二二，哎，对啦，他是二。好，那有人出11，那我出了2，我是比较小，好，比较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嗯，就直接放掉这样子。那下一次轮到11放掉，他就放掉了，他不用再补牌。嗯 ，OK， 他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游戏。那刺激在哪里？因为我们的数字呢是可以叠加的，有人出2 ，Jamie 也出2，两张2加起来就是4。如果在下一次再有一个玩家出2，没有2，我找不到2，有哦哦2，再出2，好，现在是3个2，对，2加起来是6，所以下一个玩家有人出5的话，哎，我们3张2是不会有事情发生的哦，嗯，因为我们加起来是6，我们6大于5。小兵力量大，团结力量大，没错，是团结。OK， 好，那下一轮轮到轮回来，我们现在2，这张6是不是独大？我们三个人一起把牌放旁边，不用补牌，嗯，所以它又有一点剪尾刀的感觉，嗯，玩起来节奏很快，然后很心机，因为你要去计算一下我们的数字2到20，所以加起来已经大于多少了，那你的牌就会很稳固，不会被别人放掉。嗯，可是如果你牌很小，那你就要偷偷的在别人出大牌的时候偷偷的去放小牌，那你们小牌把它团结起来，你们还是有机会获胜，没有错。好，那这就是一个很策略但是又很节奏很快但是又一点小小心机的小游戏。嗯，好，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游戏爸爸一定会喜欢。对，因为我们就是在教游戏，就在教这款游戏，跟我们自己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就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很 man 呢，欸，就是男人的游戏，就是，男人的游戏。对，我们就是觉得是男人的游戏，就是它比较相较起来啦，它比较我们双 J 认为说它比较没有那么适合一群女生一起玩，可是它却很适合就是一群男生，或者是你陪爸爸玩，因为你可以教爸爸规则，规则很简单嘛，就是 Jimmy 刚刚说的那样子。就这样，对，就是反正轮到你就出一张牌，对，那只要你的牌就是像刚刚他讲这样，嗯，对，然后那就我们就是可以达成第一个你把牌出完的人就获胜，所以游戏来讲的话，爸爸，我们都觉得这游戏是爸爸的游戏，对，它是专属于爸爸的游戏，对，你如果你有机会来，我们就来小来贝克街啊，来夏洛克玩这款游戏，你就可以完全可以想象脑袋里面有一群爸爸。坐在这边玩这个游戏，好可爱，超级，就是超级适合那个画面，嗯，懂吗？对，棒，真的好棒哦！对，这款游戏是真的很适合爸爸，然后我们就是推荐给大家。好，对，那我们第二款游戏《富士流》，没错，介绍介绍完毕啦。而且这很小一盒哦，所以如果你们要带回家给爸爸玩的话，都很方便，对，很好玩。好的，哎，说明书，好，好 ，OK。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第三款游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游戏，而且我相信就是这游戏的话，我爸一定会非常的喜欢。我下次要带回去，今年好了，今年好，对，带回去跟爸爸玩。好，它叫做绵羊真牧场。好，那虽然呢，你们看它画风很可爱，对不对？可是其实就一开始我拿到这游戏的时候，我会以为它是小朋友的游戏，可是其实并不然。这游戏它规则很简单，但是它要赢的话并不容易，这样子。
好，那它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一碟自己的羊。君明要什么颜色？我要白色。好，我要红红，最喜欢红色。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碟，当然不止这样子啦，我们有很多只的羊这样子。好，一大堆。好，每个人有这样一碟。一碟，对，一碟。好，然后呢，我是红红的羊嘛，我是白白的羊，白白，给大家看一下，耶、yeah, ，白白。好，我们每个人有一碟羊这样子。好，那游戏目标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绵羊蒸牧场，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要来蒸，哎，场上的这些牧场，我们看谁呢，在游戏结束的时候，谁的绵羊占地最多，谁就获胜。对，好，那游戏怎么玩？我们一开始玩的时候会把这个版图啊，就是。你们可以随机停放啦，对，就是随机的把它，就是只要把它这样拼起来，像蜂窝这样拼起来就可以了，不要重叠。好，那拼好之后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哎选一个角落，好，选一个角落，像这样子示范给大家看。好像比如说一点绵羊，好，在这里。好，我们全部的绵羊呢会从自己的家里面出发，耶，出发，好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只要轮到你的回合，你就把你的绵羊呢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然后你就是选任意的数量，但是至少一定要有一只在原本的这个地盘上面。好，然后接下来呢，比如说轮到我了，好，我选择四只，好，我把最上面的四只抓起来，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在那个图板上面，然后选择一个方向，直线的往那个前方冲，然后冲到就是停下来为止。好，什么叫停下来？就是呢，比如说这个位置，然后你就是绵羊这样一路杀杀到这边停下来。好，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了别人家里面的绵羊呢，那你也在，你得在他的面前停下来。好，所以简单来讲，你碰到边缘或者是碰到别人家的羊，你就会停下来。好，那游戏就是你要选一个方向冲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的绵羊，你们可以想象嘛，我们每次都会这样抓一点绵羊往外冲，所以呢，我们的绵羊碟会越来越短，然后我们的占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游戏结束的时候就会看，哎，我们谁霸占的领土最多，谁就是今天的绵羊王。没错。对，所以这样就是这游戏为什么很适合跟爸爸玩，因为爸爸就是，其实我印象中，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没有桌游可以玩，然后我爸通常陪我玩都是一些棋类游戏，比如说象棋啊，然后象棋就是我小时候我爸会教我下象棋，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棋类的游戏，像跳棋啊，围棋，围棋，五子棋，对，都有。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点点棋类的感觉，然后对爸爸来说的话，它的规则就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又很可爱，然后又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跟爸爸一起玩桌游的话，这个游戏是非常适合的，叫做绵羊蒸牧场。对，而且它是一款空间概念的游戏，就是大家在学生时代或什么通常都会听到说啊，男生的空间概念好像比较好。对，那这个游戏对爸爸来说，他们的空间感很强的话，那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占领地盘。没错。那像刚 Jamie 有讲嘛，就是如果说有羊停在正中间，那你冲过来的话就会停住。OK， 所以大家有听出来这游戏的概念在哪里吗？就是呢，你必须快速的去让你的小羊围出一个空间。你只要想办法围出一个空间，让其他的羊进不来，里面的地盘通通都是你的。通通都是你的。真的，因为你想想看哦，你如果围出一个空间之后啊，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地盘可以占了，你就把你剩下的绵羊再把那个地盘占领，把它占住，占住就可以了。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空间感概念的游戏，没错、然后又有一点棋类的感觉，有点围棋的感觉，所以这游戏的话规则很简单，然后头盆又很可爱，所以很适合就是跟爸爸一起玩的桌游，叫做绵羊蒸牧场，推荐给大家。耶耶，棒，好的。好，那介绍完可爱的游戏，我们第四款游戏，今天好不顺哦。啊，大家都这样说，也奇怪，是因为台风？是网路很不很网路很不稳吗？还是我们很不顺？是我们讲话很不顺吗？好，大家饶过我们，今天台风天好累哦，真的超累的。因为台风天嘛，大家都很喜欢玩桌游，对，大家都冲出来玩。像昨天就是下了一整天，就是晚上下午就太狂下雨，昨天就被塞满啊，被塞爆。然后今天就天气很好，大家又都跑出来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每间店都还蛮忙的，今天好累。今天就是忙了一波之后，然后上来跟你们见面。那可能网路不稳，应该也有可能吧，因为台风天刚台风刚刚过完嘛，就是线路可能不太稳这样子。嗯，对。
好，大家多多包涵。对，好的。那第四款游戏呢，我们要来又要来介绍一个很 man 的游戏。对， yeah. 这游戏很有趣，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啊，我们都会跟爸爸要东西啊，比如说爸爸爸爸，我想要手机，拜托，好，爸爸买给你。好，哎，爸爸爸爸，我想要玩具车，好，爸爸买给你。好，爸爸爸爸，我想要房子，没关系，玩这个游戏，爸爸就会买给你。真的，这个叫做地产达人，对，它就是一个拍卖房子的游戏。没错，我们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来竞标这些房子，那房子上面都有编号，数字越大表示房子越好，数字越小表示房子越烂，这样子。好，那最好最好的房子超强的哦，它在宇宙，是个太空站，有没有很可爱？看起来就在太空哎、欸。爸爸买太空站给你。对，然后、啊、如果是比较烂的房子，一号房子是最差的，它就住在纸箱里面这样。OK， 是猫猫吗？我们待会大家就是要买房子。嗯，买了房子之后呢，再把房子卖掉。好，再把房子卖掉，变现。变现。好，游戏结束，手上的现金加上房子卖掉的价值，两个加起来，钱最多的获胜。嗯，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好，那这款游戏呢，竞标方式很简单。嗯，我们每一次只要几个人玩就开几张牌，比如说我们今天四个人玩，那我们就会开出四张牌。好，开四张牌，在桌子上。四张牌打开来，按照顺序摆。好。接下来每个人喊价。你想要花多少钱来买最大间的房子，你就喊价。嗯，好。可是大家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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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发现你钱不够，或是你放弃了，你不想买了，怎么办？你可以喊 pass。喊了 pass 就把最便宜最小间的房子买走。嗯，同时呢，付钱，付多少？付你刚才喊价的一半。比如说刚才 Jamie 喊了2000，他现在 pass， 那就付1000块把他买走。OK。好，我刚刚喊了4000，那我现在喊了 pass， 那我就要把付2000块把第二，因为他先喊 pass， 他先买走。那我第二个喊 pass， 我就是再付一半的钱，再把这间买走。嗯。OK。当大家都买光，最后喊到人，比如说谁喊到了7000，他就付7000把这个30买走，这样子。嗯。就这样，非常简单的游戏。好。那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开出四张价值牌，嗯，按照顺序排，按照顺序。好，这时候呢，大家看了上面的价值之后呢，你决定你要用哪一间房子来换，就把你的刚才买到的房子牌放着。嗯，来帮我拿一张。好，好，这时候我们就一二三开。好，数字最大的就会用最大的价值把它卖掉，第二大的人就第二大把它卖掉，第三就第三，第四就第四大，你就把房子卖完，于是就结束了，没错，就这么简单。好，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推荐这个这么 man 的游戏呢？因为它是一个喊价游戏，我们要知道有每一件东西它的价格是不等于价值的，价格是你自己决定，但价值是大家创造的。 OK， 那你就要去想办法让你手上比较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的房子，用比较高的价格把它卖掉。嗯，没错，没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游戏。每一个爸爸都是精算师啊，真的，跟爸爸玩一个，我们应该都会输哦。对啊，爸爸都很会算，有没有？我爸爸超会算的，啊、我上次跟他玩这个游戏，然后他算超精，他都记得他每一间房子花多少钱买，然后他就硬要用比较高的价钱再把它卖掉，再把它卖掉，很酷哎、欸，我觉得好强哦。对啊，怎么记得住啊？而且啊，其实你们不用担心说，哎，那万一那个数字一样的房子怎么办？好，不会，我们这个游戏的数字呢，就是从1到30。好，所以我们所有的房子都不会数字重复，所以我们一定会比出就是房子的大小，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像君明刚刚讲的，我们四个人玩的时候就开四栋房子出来，都不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轮流来竞标，这样子竞标买房子，每个人都一定买得到房子，对，你一定有房子可以买，对，看你的那个本事这样子。那我们那个买完房子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卖房子，然后游戏结束就是看房子，你的那个房子价值，还有你的现金最多人就获胜。没错、哦。对。好，那介绍这边规则介绍到这边，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游戏的小小的小特色。小特色。好，这游戏的每一间房子里面都有一只动物。真的，一到三十号每一张房子牌里面都有一只动物。比如说，来这张，来大家看一下这张牌的动物在哪里？很明显。好可爱哦。在这里，是一只猫。欸、真的哎，我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动物吗？在这，哎，这，有蛇，有蛇。好，来这里，大家有看到吗？我已经贴很镜头了，有没有看到？
是青蛙，青蛙是青蛙，超可爱的。每一间房子都有动物哦，超酷的。算是小彩蛋吧。对，这是一个小小的彩蛋。那其他房子里面有什么动物呢？就大家来玩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欣赏一下每一间房子里面的小动物哦。真的超可爱的，可以跟爸爸一起就是找动物。找动物，就如果你们觉得哦算钱太累了，累了，你们可以开始比看谁找动物找得快。对。或者套爸爸的话，爸爸你手上有狗吗？哦有哎，哦你有25号对不对？谁记得住动物跟数字啊？疯了！就是一个套爸爸的话这样子。哎呦，开玩笑的啦！就不要你自己被你爸爸套出来。哎，你有蛇吗？哎，有有有！哎，刚那个蛇15号。对，被发现了。好，那今天我们 man 盘 man 超 man 游戏地产达人介绍到这边啦。真的。好。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压轴经典游戏，好，给大家看一下。好的，是这个，噔噔，瘟疫危机。好的，那这款游戏呢，我必须说，是我们今天就是所有介绍的游戏规则里面，就是相较起来比较复杂的一款，对。然后呢，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现在是举世闻名的桌游，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它是一个合作游戏，它不是像刚才我们那样子要跟爸爸来竞争，这款不是，它是呢，我们要跟爸爸一起合作，然后一起来为拯救世界，没错，对，真的。一个注重沟通，一个注重团队的游戏，没错。好，这款游戏叫做瘟疫危机。好，那其实顾名思义嘛，就是我们是一个抗疫团队。我们现在地球上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疫症，是个抗疫吗？抗疫不是这个抗疫吧？是疾病的意思吧？是疾病，对，疾病那个疫是疫病，对，疫情，对抗的意思哦，不是这个抗疫哦，对，不是这个抗疫哦，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上字幕，对，对，抗疫是对抗疫情，嗯，对，没有错，好 ，OK， 好，那这游戏呢，就是简单来说啊，还有一个世界地图，对，耶，把它打开，应该是，还有这样。好，就是我们游戏的图板，看超漂亮，对不对？超漂亮。好，然后呢，就是我们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故事背景就是设置在我们是一群科学家，然后我们现在地球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疫症，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会先抽出一些城市卡片，然后它会设置出我们哪一些疾病已经爆发在某一些城市了，这样子。好，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一起来研发，就是这四种的那个疾病的解药。那一旦呢，我们只要可以在游戏结束之前，就是共同研发出来这四种解药的话，我们就会一起获胜。对，然后当然有一些条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输掉这个游戏。对，那我这边就不赘述，因为有一些条件这样子。好，那这游戏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啊，每次轮到你的时候，你都可以执行一些行动，就是一个回合的话，最多是四个行动，那我们有八个行动可以选择。好，那比如说这回合好，我来拯救这个城市，来就靠我了。好，那我可以从就是某一个城市上面呢，把一个疾病方块移除掉。好，譬如说这是一个行，其中一个行动这样。好，那或者是呢，某一些行动可以让我们就是交换那个城市卡。好，为什么要交换？因为我们研发解药方式非常简单，只要你可以在你的手牌呢收集到。几张？五张，五张一样颜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功的研发出这个解药。所以今天如果我收集到五张的话，例如说来给大家看一下，例如说我们游戏过程中，玩一玩，然后我手上已经有五张红色的手牌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我的回合打出来，然后立刻把解药给翻面。好，我们现在没有翻面啦。就是做出解药而已。哦，对不起，做出解药、哦、做对我太累了，不好意思大家，因为我今天下午真的很忙。好，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把解药研发出来。好，等一下那个红色解药，我想用红色讲。好，就是好，我们就会讲翻面是另外一件事，我等一下讲。好，我们就会把这个解药做出来，这样子。好，然后呢，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翻面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翻面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游戏玩到后来的时候，这一种疾病已经完全根绝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符号翻过来，变成说我们现在这个疾病不会再爆发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根除了。永远免疫。对，永远免疫，就是已经根除的意思，这样子。好 ，OK。然后，所以我们这游戏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研发出四个解药。你拿两个来，然后拿不下。
拿不起来。哦，拿起来了。耶、yeah, ！好，我们只要研发出这四瓶解药，我们就可以拯救全人类，然后就可以一起赢这个游戏。对，所以这游戏很棒哦，它是一个很适合跟爸爸一起玩的合作游戏，这样子。嗯，没有错。不过跟前面的游戏比起来，它的难度会比真的真的真的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说你们已经有很丰富的桌游经验，或者是想要挑战自己的话，都可以来试试看这款游戏。嗯，而且它的难度是可以做调整的。对，对，它有超级简单，然后简单、普通、中等、困难，就是有三四个等级可以让你去选择。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哦，拯救世界看起来好像很伟大这样子，一玩起来好难哦，一下一直输。嗯，对，所以如果你们是比较想要着重在沟通。着重在合作这个地方的话，你们可以把难度调得简单一点，嗯，比较不容易输掉游戏，但是你们可以享受到互相去支援啊，然后互相去把这些东西调配调整好调度的这种概念，调度的概念，嗯，没错没错，嗯，好的啊，怎么了？没有，没事。好，我只是想要补充一下那个角色牌。好，然后在游戏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担任其中一种角色，这样子。例如说呢，我可能抽到研究员，对，那研究员会有特殊能力，那还会有防疫专家，对，所以你们都会有自己特殊的角色能力。嗯，每一次玩都会抽出不同的角色，所以每一次我们遇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对，没错。好，然后而且这款游戏啊，就是它是一个2到4人玩的游戏，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很好玩哦。如果说今天刚好你在家的话，就只有你跟爸爸两个人的话，也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因为像之前举办的那个瘟疫危机全国大赛，就是2人2人为一队在举办的，对，所以这个游戏2个人、3个人、4个人都很好玩。嗯，没错，对，都有不同的乐趣，是一个合作的游戏，推荐给大家。你有看到亮点吗？有啊，我看到啊。对，好的，好，好，要跟大家讲小彩蛋吗？好，跟大家讲一下啊，真假的，讲一下，讲一下啊。好，我爸刚上线，我爸爸出现了，嗨，爸爸好，我爸上线了。好，那下次跟爸爸玩瘟疫危机，瘟疫危机一起玩，一起拯救世界。对，我相信我爸可以，我爸很聪明，可以啦，这游戏。可以，你觉得我爸可以吗？可以啦，以有你带领耶。你看我爸，你知道，看带领一整个团队跟你一起拯救世界，是不是？ Yeah. 感觉就好伟大，好兴奋啊！对呀，啊，好好玩哦。好的，好，那我们就是快速的那个再复习一遍我们今天介绍的游戏。第一个拉米，第二款富士流，第三款哎，好远，有点远，好远。绵羊真牧场，好，第四款地产达人，第五款瘟疫危机，没错。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父亲节准备给爸爸跟爸爸我们一起玩的游戏这样子。所以不要再说父亲节到了就除了吃饭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对，大家来玩个游戏啊，比如说就父亲节要送礼物嘛，对不对？每年都送刮胡刀啊，都送领带啊，咖啡机啊，领带夹啊，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然后换送个瘟疫危机大家一起玩，送个富士流让他跟他同事一起玩，这样子也还不错哦。对呀，啊，你能想到很多爸爸一起坐在那边玩游戏，好可爱，好可爱哦，超可爱的。 对啊，而且也不觉得就是送桌游给爸爸是一个很特别的父亲节礼物吗？嗯，因为它代表着是一种陪伴，没错，就是送桌游给爸爸代表说你想要跟爸爸一起玩游戏，然后你们就可以重温小时候的时光。对，所以我觉得桌游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对，所以如果你们已经就是送过了刮胡刀啊，咖啡机啊，领带啊，然后今年啊很烦恼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对，送桌游。真的好，那当然你们要买什么桌游就是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喜欢嘛，那我们今天就是挑了我们对我们双 J 觉得5款很适合跟长辈然后或者是在家里跟爸爸一起玩的游戏给大家，这样子。对，好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留言里面问我们哦，没错。好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可能就是要到这边先结束，因为我等一下要赶回备课节，对，然后Jamie 等一下要赶去楼，就是要赶回楼下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两间店都是炸掉的情况。好啦，我们现在就到这边啦，好的，大家下礼拜见咯，大家晚安，拜拜，晚安，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